介绍一下，女儿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家好，我叫小敏，今年24岁，来自广东。你为什么哭啊？你是幸福的泪水吗？是激动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话慢慢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明明？你别哭啊！你一哭，妈妈，你要哭，我这个不着急啊，慢慢说。我今天还是鼓起勇气来到这里，我是想跟你表明我的态度。啊，妈妈说，我求你不要再这样了，不要再逼我相亲了。我有男朋友，我不能答应小赵的求婚。你没跟妈说过呀？你什么时候说有男朋友了呀？我一直怕你伤心，不敢告诉你。现在你已经把我逼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再不出来说，我怕我再也没有机会。你对得起妈，对得起小赵吗？我不是故意的吗？你别过。来，妈妈跟那位站那边去吧。来来来，过来，我们俩聊聊啊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俩站远点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其实一直以来，我都有男朋友。嗯。我男朋友就是我大学被我妈发现的那个，就那个班的五彩斑斓那个。气死我妈，还跟那个二混混在一起。他现在不是那样了，他为了我改变了。妈妈先冷静一下啊，小赵，你拦着妈妈啊，你先说完。让那个主持人能给点纸巾给明明吗？你那是我的事儿。那时候我妈不同意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，然后逼我们两个分手，还没有我们写保证书。你就这样给我保证的？因为那时候我妈妈身体不好，医生说她有心脏病。你知道妈妈有心脏病，你还这样子？今天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跟我男朋友说分手。拿点纸来啊！你有男朋友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有男朋友为什么跟小赵在一起？我没有跟小赵在一起啊，我就是怕你生气啊。你不是天天跟他出去吗？我没有天天跟他出去、啊。你怕我生气，简直气死我了！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还不故意？不要这样！你看你怎么收场！现在我只想自己，只求你同意，我只想跟他在一起，我不想跟其他人在一起。